帮吹你呢，是柯小平靠你哦，我来接。不用接吧，挂掉就好啊。我接吧。哎，陈恩，快点回去。哎。我来看看。是弄到人啊！不是啦，你莫家己吓到家己，迄可能是道路施工的指挥假员。哦，我惊一跳。无代志。我刚才有听到警察车的声音啊，头前刚才有咧铃声，咱拄则有食烧酒鸡，还是赶紧离开，较袂有麻烦。哦。哎，等下，我家己食人，所以边啊较安全啦。我刚才。我感觉有淡薄不爽快。你一定是拄食烧酒鸡食伤济啦。等下我来开车较安全。呀，就车，来。开门啊！真正怪怪呢。无啊。安全带啦。啊。我今日真正啉酒醉。司机呢？陈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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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是什么？这有人受伤吗？你赶紧来，赶紧来啊！这位，姐，你的女朋友现在状况安怎？我现在也不知道，现在给你急救。你先别着急，一定有事情。队长，我女朋友现在状况安怎？真是的，我已经尽力了。这什么意思啦？我女朋友倒来救得来未？我的医疗团队已经尽全力抢救啊，但不过还是无法度。以你女朋友送到病院的时间啦，慢一步啊。我不相信，骗我对吧？你哪有可能听你离开？不能这么简单才去拄着，不然未来靠近这代志还没完成啊！你哪有可能条件做一走？院长，我拜托你，你救伊好无？你给我救伊好无？你给我救伊好无？贾伟，你看你真好无？我这要等你现场，赶紧找证据。你是冷静，这一定会替你想办法。咱会当去找检察总长斗相共，一定真紧会当替你找到凶手，好不好？